用。鲨鱼耶，哇靠，玲珑心鲨，好大只，三公斤了。哦，这个还可以，哇，这个饵料还可以升级，看到吗？黄尾鲷鱼，这叫什么？白鳍鱼。斤哎，哇！玩饵料有差哦。我装备可以升级吗？这个驾照到底要怎么用啊？应该很小只哦，竟然这么快就被我拖进来。哦，这个鱼好帅哦，黑海鲈，哇，只有两公斤，难怪。哦，这个大只哦，竟然直接冲到外海。啊，怎么只有两？哇塞，这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鱼？苏龙头鱼。哇
是什么？哇哦！
干可以买吗？鱼干，鱼干。哦，今天比较容易这样。这样怎么抽比较好？真不够用。什么鬼？What the hell？ 哪里？哇！哇塞，它这个还有大小的星星收集。哎呦，我还有那么多没钓到，可恶！这好丑、哦、哇八公斤哇他钓到直接帮你卖掉真方便我想要买新的钓竿啊哦这个哇这个是大鱼哇、哦、看先不要拉断哦鬼头刀哇塞这个九公斤，哦，哇塞，这鲨鱼太大只了吧？哇，六公斤的哎。大力也，好像他没力。哦，哇，这体型超大的，六公斤。哦，这个，哇塞，这个往外跑了，哦，往外跑了。哦，这只大只，应该有八公斤吧？哎，怎么只有两公斤？那为什么它的那个土看起来那么大？哦，这个，哇，这个，哦，这个按超快的，天啊，我手。到底可不可以买新的钓竿啊？哦，这个啊，那我差点来不及，差点直接拉住啊！哦，哇，这个太凶猛了吧，这个，很差点这样拉掉哎！哦，哇哦，哇哦，巨无霸，哇哦！难怪刚刚超扯的 BOSS 鱼种啊，14公斤，哇靠！这是什么？哦，还有活动。哦，他会送饮料。
刚那个 boss 鱼缸直接差点把我的鱼缸拉断。哦，哇，小子的。不想掉了，哇，这只也是小只的，是吧？为什么？为什么？这 boss 战呢？是谁？哇，这只鱼好大只哦，25公斤。这个叫钓鱼大对决终极钓鱼游戏，哇，它的评分其实是蛮高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玩玩看。哇，它其实它钓鱼到的时候会震动一下，蛮刺激的。这个还行，有什么鬼哦，要掉这些就对了。这个拉到是不是？哇哦，它掉这么快哦！妈咪！哇，我都比它大只，哈哈。
现在是这个是要比大小，不是比粗。多大呢？我要小只的。哦，原来是比谁大只啊！我赢定了。一般了，哇！天哪，这分数好小，赢了，耶、yeah ！哦，这是什么鬼？啊？这个、啊。这条可能大只哦，线被他拉的黄色了。哇，295哎，凶哦！哦 no， 怎么这么小只？天啊，这感觉很小只。我赢了吗？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我赢？对不对？哇，他这个还可以这样子玩，好酷！哦，哇，哇塞，一个跟人家 PK。哦，可以升级我右了。升级。哇，这个还可以跟人家对战哦，难怪那个评价说很好玩。这个。哎，还可以换鱼饵，那我这个鱼饵有几个？好，我换这个好了。看会不会掉到不同鱼种。哦，原来可以换鱼饵，哇塞！我刚以为那些是记录，傻眼。哦，哇哦，这个鱼我钓过了。同一个，现在是怎样？